下。我们超能先吃呢有两种口味，有卡本内的葡萄，也有凤梨口味。来，转回来一点点，我们中间的媒体朋友中下方。我过年有多吃，但是发现好像完全没胖，而且过年的时候有多了很多时间可以好好休息、好好运动，所以我反而练出六块肌来。我过年这期间，后面有陪我的师妹去拍她的新歌 MV 去日本。我只要去国外就是会暴饮暴食的那一种，然后这个是随身携带，可以补充那个健康的营养素这样子。而且已经没有，我是说他身体比较寒啦，对，可能是就不管什么原因，身体带。基本上是每一个人的体态都不一样啦，只要自己看的是喜欢的，然后各方面功能上面是很健康的就 OK 啦。帮他把脉的时候也是，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刚被拍，好吧？没有呀。因为那是隔天，你知道吗？就比较累啦。我说被拍到很累的那个时候，对，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，所以那时候拍也对。但现在是状况很好，身体很好。嗯，对。是，大家看好哦。那个是我前几天去打那个电波。哦。对。你不要给我乱下标题哦。吓到。对对对，不是不是。溃疡它就是结痂的部分，很像条码，很像逼的，对，因为就是年纪开始慢慢就是到了，然后开始会有一些博纹的问题啊，对，基础保养还是挺重要的，一年大概一年到一年半做一次，脸的脖子的这样子。